笑，大仙不闹。我不来，我来玩首元歌。我的元歌不说了，最近悟到了，三级击杀那是易如反掌，四级再杀那是理所当然。总局下来，你就看到上路的我一直在杀，这就是我的元歌。好，注意啊，朋友们，三级单杀，任凭他花里胡哨，那都是没用的。闹，三级单杀，四级再杀，这就是我的元歌。一四三二，不是一三二三，一三二一三，对，就这么念。你死了，他这个头像还在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嘿哈，操纵木偶和操纵心灵是同样的意思。普通攻击，怎么都是你的？どいてください。キリ。レペティションサイドステップ。何やってるんだ。いや待て、あれは激しく左右に動くことで風を起こしてる。まさか、まさかお前は。现在他有点怂怂的。你在闹，这不一四三 A 二一击飞三技能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。见到我就是死，然后呢跳走反向二技能 A 一下，然后我闪现直接三技能拉走。你在闹，他踩了我一脚，我死了，我笑了。你们不要这样针对我呀！为什么每次我在把别人精彩击杀了后，这些人总在搞我？就不能让天才有点展示的舞台吗？你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四，然后三 A， 然后二一三 A 跳走。为什么我们这个元歌能击杀别人？就是你三技能不是减速了吗？你减速了，你要 A 他一下，然后再移形换位，真身过来一套抬走。这就是我春级元歌的理解。我跳，我三技能，再见。他开大招，我笑。哎，这边，哎，我这，拿暴君，我再拿个炮车。我感觉有一股杀气迎面扑来，但我的一技能好了，我就有一切操作的资本。他以为他能跟我打，我二技能开起来，他怎么想？注意，这一波移形换位很关键。下饭，下饭，下饭，一波下饭三连击没了呀！这一把，虎牙六八八每晚七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